十二点四十。开始动吗？我看。开始。好，走。不是啦，左边啦，左边啦，要走一段路啊。欸，我们可以欸，我们用 Insta 的话，在那边拍就可以了。那边那边，欸，他们哪边比较漂亮？这边背后啊，他们山那么大。啊，我们四个先拍好了，好，不受控。过来了，所以就要拿高一点，拿高一点吧。好啊，可以、啊、拍得到山脚下吧？可以啊，快拿。也用不着到山脚啊，其实那边是最好看，然后这边就可以，山脚下就还好。那边那个雪场看到了，够长哎。给我拿好了。哎，镜头，我们有没有镜头？我没有转开，我好像稍转一点，怎么觉得不顺？等一下，镜头，能不能换一下？哈哈哈！你怎么能够？你那个干嘛？好危险哦！哎呀，不要，丢掉，丢出去，丢出去！不要往那边，往雪堆里边丢。丢。丢出去。丢出去。丢出去啊！哈。对，好，在哪边打的什么拼柱？这个屋檐吧，好酷哦！你们两个要转两边吗？对啊，要啊。进鞋子没穿好，小幅度就好，不要大大一。哎，为什么？抱哪个？人在爬。没关系啊，没穿好。还有登山口嘞，这是更给他爬上去吗？你们要转两边，他们要转两边吗？要啊，要啊。这样就好了，不要看我那么近吧，好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大意我，在我旁边就好，太近了，这样近一点，近一点没关系啊，这样子好，看中间啊，看上面还是下面，因为这样看哪里都没差，你要棒棒在这个高度，好，给我看，哇，旋风，没声音，有啊，有啊。我都没有 pose 了，想一下我要做什么 pose。好，一二。毛都不动了。对啊，懒得动了，反正其他人有动就好了。举高一点。没声音。好，没按到。旁边点点这样。爸爸，你又越跳越近了啦。会打在一起，我会挡到风景。对，我觉得举手会挡到风景。嗯，好。好了，好，那边再来。要换那边。对呀。没动作了。动作了。没动作。是雪融掉吗？我的穿不倒了。所以我说要放在地上啊。是融掉了。还倒在我后面。对，我跟你们去，然后走过去就开始介绍吗？对啊。只有我们上板，你们可以上板子啊，只有我要走回来。那你背包，你那个放板上吗？上板子，你们不要再玩了啦。我们就开玩笑的，不要玩。你们现在把体力用光，等一下没力气滑雪。你尽量滑没有关系，等一下什么姿势都做不出来。好，就刚刚好不容易存那么多体力，一下用掉，真浪费。
欸、停在那就好，要不然这堆这边一点这样。我要变平的。啊？就是好像已经被踩扁了。对啊，而且都背景用这个啊。来这边啦、啊，来这边啦、啊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走这边了、啊，来这边了、啊。那些人会很小啊，连修都不用修，小到。来，慢慢来这边。都一样，反正你们回去死都要被修理的。你们底力不拿来滑雪，拿来打这个，真的有点笨。好来，这比较皮是不是？对啊，那这里就好了。打我，趁好的啦。没关系，你们回去都会被打。过来我这边。现在要在什么方向？先以这个为背景啊。小孩子最边边。去前面，爸爸去前面。这里哦，你挖洞给舅舅掉下去了，你踩到别人的洞了、啊，开玩笑，别人的洞，挖洞，不要挖我了，好、啊，对不起，小心哦，后面有一个洞、哦、好了，你退后一点，快一点，挖洞给这样会不会太不用摆 pose 了、啊？太 U 了，我都觉得这样太 U 了，太 U， 对呀、啊，因为它要摊开啊，它要被摊开啊。后面的山也很高了，那你不要再动了，不用再动了，你就棒棒各个位置，各个位置都来一下都可以。好了，再上去一点。好了，应该用不着那么高。对，我觉得用不着那么高。反面才要这么高，来转个方向就好了，不用移动，转个方向，后面这个就要举高一点。这个要举高一点。对啊，而且这边面对太阳也还不错。来转转转转转转，转这边了、哦。站好啊，站好。转，慢慢转。莫你站错了。还要换方向。
要高一点，对啊，这个高一点。好了，准备哦。你用头啊？猪要改这个钢铁人，快点！钢铁人只有一手啊。啊？再一次啊，最后一次。好。好了，好了，收工。这边怎么没拍啊？啊，刚刚就是拍这边啊。是吗？是啊，不然我们刚好面向这边。看这边好高哦。对，我觉得这边不是应该要拍这边。这里是什么？那就站白马月。这边怎么没有这个方向？白马月吗？这边是什么？啊、介绍一下，快点。白马月，北阿尔卑斯山。哪里是北、啊？日本的阿尔卑斯山。这整个都是。管他的。阿尔卑斯连峰。圆月啊，圆月啊。哪边？哪边？那里啊。那里啊、昨天滑的那个啊，平平那里吗？那一大一面啊，那一大面啊，是哦。我们滑那一面下来啊，然后左边一堆树缆车上去啊，然后后面是背后啊。眼睛瞎，我们看不到缆车。看不到缆车了。柱子啊，柱子啊，这超美的。好，我们再拍这个洞啊。再来拍一下这一面就好了。我们来。还要还要拍。我光是路，然后你们两个起来了。哦，爬那边好累的感觉。那个是登山吧？那个他们要滑下来啊！滑下去啊！真的吗？那你没看到雪的那个轨道吗？啊、他要滑、啊，好松的、啊。为了要滑，啊、所以要滑。快点，快点，我要走了。快点，你们要出发了。你们应该体力用掉20%了，等一下少20%的滑雪体力，浪费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好按掉了。没有声音呢。你们过来了，旁边那个雪仗为什么要丢那？没关系啊，不要管它啦，那个很重要吗？过来好了，准备了，我快要高一点的嘞，不用不用太高吧，高一点啊，那个山后面山那么低，翻翻又太过去了。后来一点啊，靠近点。摸这样子，手灯。什么？距离哦？没有，就是手啊这样子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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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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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呜呼！呜呼！融化了。嘿啊，趁这个时候晒得热热的话，那你要去再检查一下 GoPro。 有啊。我呢？有啊。你要下去，你先走吧，你先走吧。我现在先走，你不用看一下他们啊。啊？你要看他们哦。拜拜。你应该比他们快。注意安全啊。很安全啊。你要注意安全啊。先走。你不走他们也走，他们应该会卡在线那边。
姿势马上就不对啦。哎，乱晃乱晃。没有怎样啊，一个不行。你也太懂吗？对啊，这里要花很多力气，我刚都有讲啊。你们拿去玩雪，玩冰块，就力气就没了。好，可以了。一个两个 ，Berry 嘞？一个啊。哦，好，走了。那很快啊 ，OK 了。好啦，好，舅舅也来啦。这里是超像的。这里不行啊。你有滑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那 OK 啦，下面都跟上面差不多啊。看远走哎。你回去看，这是不是有一点小馒头的感觉？有吗？你仔细看刚那个波。啊、我们滑的是比较简单的，馒头比较小。你看右边比较乱，右边更难。大难好，我们往那边走过去一点。它这里有比较难吗？差不多。难一点点。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刚那里下得来，这里也可以了吧？比刚刚难一点点啦、啊。糟了，这里变成小馒头了。这比上午难了，上午还没那么难。他们很难哦。现在变出小馒头了、欸，这里没有上午简单了。好恐怖啊！小馒头哦。小的啦，小的啦。上面就跟上面一样啊。有比较难一点。右边比较乱，跟这些人一起比较安全。哎呀，你就要这样子啊。右边的话感觉比较深的馒头呢，左边的话比较那个缓一点呢。哦，到处都是馒头了啦，到处都是啊。比上午难，拍谁？哎、欸，下来看就还好啊，不是那种生馒头。笨笨，你下去了？在哪里？他在那。我看到他在那。好了。他用落叶标刚刚好啊，真的好强哦！落叶飘就可以啦，因为馒头对他来讲很好，他刚好可以从上面绕过去啊。嗯，好了。慢一点，不要太快。嗯，我好了，接下来就比较这里都缓了啦。过来了，这里就比较缓了。这里好短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下面还有吗？没了，下面都是缓的。Oh.
回头看一下。好，慢走，好好走。好啦。哎、欸，接下来还有一段类似的，哦、一样陡。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哦。这是红线而已啊。这只是红线而已啊。好啦，跟刚上面一样的。在下面啦、啊。他在休息啊。他在休息。一次摔，那就好。好啦，接下来你。就也还好啦，就这样小滑下去就好了。树的右边。这里就这里这，反正直直下就对了。走吧。走走走。带路。没有啊，大家自己滑就可以了。这里这里随便滑啦。很简单哦。你自己试试看啊。平着滑的话，就几乎都不用花力气这样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爸滑。走吧。嗯，好了，那我跟你后面。嗯，你跟我后面。自己下，自己下，直接下去就好了。这样横着滑会比较累，直直下会比较轻松。是那个雪高低不平。就要习惯啊，走一下我的腿就会张开了。你小心不要跟太紧啊。好强啊，奔奔。嘿咻。要休息个十分钟，因为要把汗弄掉。对，身体里面都是汗。怎样了？来休息哦，脚会酸，要赶快休息，补充体力。你不累哦？我们只要休息十分钟而已。上厕所，喝水。你顺便问问看妈妈在哪里啊？
对啊，要赶快排汗啊。好，关键。看，来半小时。